华民国无爱无二同学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大概在五分钟后啊开始。啊，请大家聊天的尽量聊，开始要不准聊天，聊天会指名道姓，所有人不遵守规定的，哎，把他录进。陆军官校正五十二期第六届会员大会，大会开始，唱校歌，全体请起立。炮轰拍板起飞舞，预备唱。怒炮轰拍板起飞舞，这是革命的欢呼。注意去观测，经历过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那条血路领导被压迫民众洗着手。师长、贵宾及友军介绍，第一位介绍预校的英文老师陆鸿忠老师，请起立。在我的右手边，啊，教我们英文的，啊，我们同学也出了很多的博士，包含英国的詹进博士，啊，都是陆老师教出来，我们谢谢陆老师。啊，第二位预校学二连的连长朱文博连长季夫人，在前面这一桌。我们鼓掌欢迎。第三位预校十九年的排长刘建奇排长，在我左侧。啊，我们预校第一任的排长。接着是我们海军官校同学，请起立，举个手。啊，鼓掌欢迎，鼓掌欢迎。好，接着是我们空军官校同学，空军官校同学请起立。啊，特别介绍的是我们空军官校第64期的会长沈一峰，啊，会长沈一峰在我们前面这一桌。好，我们政治作战学校同学请起立，啊，在前面右边这边，哎。好，接着我们陆军官校张志强同学，就我前面这位摄影的。全程帮我们摄影、专访、录影、制成专辑，上传到 YouTube， 我们谢谢他。好，另外我们的同学结束最，我们的校，我们同学许元溥战将，因为因公不客前来，特别用 LINE 传来，希望我们大会成功，也祝大家所有宝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谢谢许元溥。啊，接着我特别要介绍的王维小姐，啊，是我们常务理事老三的夫人，在哪边？举个手，站起来。啊，王维，啊，在王维夫人，她大力的支持，让我们夫老三无后顾之忧，啊，全程的投入此次的参会。我们夫老三还亲自到我们这地方，从高雄跑来这边踩点，来遇见。我们给他鼓掌，谢谢，好不好？下面是温馨的时刻，啊，请大家起立，我们鼓掌欢迎化作天使同学们的夫人上台，好不好？感谢他们含辛茹苦照顾这个家庭，我们谢谢他们。贤惠可敬的夫人们介绍，第一位韩高升夫人刘丽玲，韩高升夫人刘丽玲，啊，请慢慢从我们右边那边上台。李生丽，啊，那边花旗，第二部分，从右边上来，刘丽玲。第二位，汪富明的夫人詹家威，带了两位孙子，一位叫汪成礼，一位叫汪东玉，啊，真的含辛茹苦，我们谢谢汪大嫂、家威大嫂，真不简单，把这家带大。第三位是女一中的夫人郭碧霞，啊，还没有。第四位是詹旭明夫人吴秀珍，詹旭明夫人吴秀珍。第五位是
李菊花的夫人杨丽艳，好，我们也请我们四位大嫂献花。第一位吴立忠的大嫂宋淑芳，第二位是立三立的大嫂黄丽娟。第三位是傅建平的大嫂王维。第四位刘锡成的大嫂沈玲玲。好，我们献花拥抱。好，我们感谢我们这几位大嫂。好了，我们再把牌面我们合影。大嫂们美不美啊？美。贤不贤惠？美。再次鼓掌好不好？好，请我们献花的大嫂们回位。好，至圣大嫂特别的礼品，我们请我们第六届的会长蔡忠诚上来代表，一个特别礼品，请我们蔡忠诚上台代表。好，我们这一届的会长是蔡忠诚。好，我们准备的特别礼品是要感谢我们湖北会展的团队啊，在老三许国强等人的带领之下帮我们准备的啊，我们第六届帮忙借魂，谢谢他们。好，我们请会长中间我们合影。好，谢谢我们的会长，请我们会长入列。夫人代表致谢词，请我们李菊花夫人代表致谢词。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同学会哈，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么大型的这个同学会。那如果认识李菊花的同学，可能还第一次看到我，因为我跟菊花是小时候的邻居啊，然后一直都没有机会碰到面，结果前几年才碰到面，然后才办了结婚。但是这个缘分是牵得太很长哈，但是很远，但是不够久啊，很可惜呢，就没有机会再跟大家认识，因为大家是第一次看到我。那也很高兴哈，今天因为有同学的这个都是很热情哈，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些大嫂也都感受到这个同学会的那个热心哈，让我们很觉得很温暖。那我们也在此哈跟大家谢谢哈，有收到这么多的礼物，真的是满载而归。那我们一起鞠躬跟大家谢谢。以后呢，如果同学会有一些其他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也很乐意会跟着大家参与大家。那也谢谢这个幕后各位那个主办人的主办的哈，能够来邀请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感受大家的温暖。那再一次谢谢大家。好，我们鼓掌谢谢大嫂们。谢谢大嫂们。好，在这边介绍我们也是一位特别来宾，台中军事院校校会的我们陆官的四七期的学长许家辉学长，请起啊！来，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学长，谢谢谢谢。他女儿现在也是台中市的议员，我们有台中籍的同学改天投票都要大全力的支持啊，对象是谁就可以找我们杨子浩了啊，谢谢。啊，接着我们卷宅社的总经理正在的同学应雅明，卷宅宣导及致证2万元的赞助金，请我们应雅明上台。啊，请我们的第六届会长蔡忠诚上台。啊，应雅明同学非常的慷慨，
啊，当然我们卷宅社的总经理啊，特别致赠20000元，谢谢我们亚明总经理。我们花很短的时间，请亚明给我们做个简单的宣导。各位同学，大家好，台长，还有各位总教，大家好。我是卷宅社总经理易亚明，也是各位同学，也是正在29期啊，比较我们专校52期的同学。今天我给我2分钟的时间，啊，顺便宣导一下我们什么叫卷宅社。卷宅社就是以前我们国军啊，军眷合作社留下来，现在卫生部成立一个社团法人正式的一个编组叫卷合社。各位可能要了解它的性质跟功能。以前我们在眷村改建的时候，房子都是我们盖的。现在因为100年那个已经结束了，但是眷宅社还在。然后以下我现在跟各位讲的事情，请各位能够仔细听。然后各位想买房子，我们有跟很多的建商合作，会以很低廉的价位出售给各位。另外，我们有很多的车联盟的开源厂商，以及民宿，还有各位以后家里的检修维修，我们都可以帮你服务。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请各位注意我现在讲的这段话。我们跟建商合作买的房子非常的便宜，我建议上个礼拜签了2个案子。第一个在台北中和，台北新北市的中和，那个房子一平大概要54万，但是因为他是会员，这个人就是之前陆总部的副主任，叫李志雄李少将，他买2栋房子给他2个女儿，但是透过合作社买来一平是54万，一平是49万，总价位以后是218万，是透过合作社跟这个建商啊，他才来达成的协议。因为这个建商是我们跟他合作的，一起来合作的建商。另外第二个例子，在台南御景，各位可能看到台南御景最近盖的很高的大楼，也是我们合作的厂商。这里面有一个会员，女性的会员，他家里这房子是御景房，他已经卖完了。通过合作社，我跟他讲，你房子。我们帮你留一户，给我上礼拜打电话给建商，他很高兴，把那保留物撕出一户来，原价连车位是540万，接通电话打下去变成480万。各位，所以说希望各位也了解我们建宅社是服务各位，现在是其他的同学当了总经理，以后。这个资源也希望享受给各位同学，但是唯一的条件，要请各位入会才能享受这个条件。那怎么入会呢？待会我们的王书记王同学那边有申请表啊。入会条件很简单，一些基本资料。要请各位要缴交1000块缴费费，但是以后你想出社，1000块不还给你。另外呢，你入社以后，我会给你1000股的股票。列为你的资金。以上，谢谢各位，希望各位常到我这边喝个茶，喝个咖啡。我们的地点是台北市长兴南路1段49号6楼。谢谢各位。谢谢聚合社总经理殷亚明，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福利。我这边简单讲一下，我们要入会除了找王淑敏以外，我们北部的陆官同学就找小弟我，中部的话找那个赵静文，南部的话找那个刘锡成啊，就很快的就入会了。好，谢谢大家。好，其次我们上第五届的我们这个李在土匪李自然的领导之下啊，我们非常感激他们的努力，许国强啊、刘丽远啊、老三等等，我们再次给第五届的鼓掌，谢谢，好不好？好，接着我们请我们的第六届的会长蔡宗成上来致辞。啊，朱连长，
还有陆老师，这边还有徐学长，当然还有预校的那个刘排长。各位同学，还有有经的同学，各位保健，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在给第五届在王汉义会长所这个服务的这个团队，再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好，非常谢谢他们为同学服务。其实他们在之前啊，也来找我，要我来接下这个会长这个职务。我一开始啊，我是很保留，因为我现在在从事党务工作，我担心自己的时间精力啊，可能不够。那后来他们盛情邀约，啊，我是在前不久参加大牛，就是田凤峰同学的告别式，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说，我要就算再忙，我要出来为同学服务。啊，那一天我们送大牛最后成的时候啊，同学从灵堂啊排到马路，唱了校歌之后啊，眼泪啊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各位同学，我们都六十几岁了，见一次少一次，每年我们这一次的同学会在这个地方齐聚一堂，感觉到我们又回到了青春年少那个阶段，每一次的见面就在年轻一次。那我一辈子从事很多的工作，也很多的职务，我会以身为五十二席的同学会会长，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机会为同学服务。想当年，我们600多位同学从陆军官校毕业，刚刚看到那个会议资料，我们的化作天使同学有51位。那一本资料里面，我就对那一毕业最有感。各位，我们有50几位同学离开了，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好的注意到健康，同学多多的相互的照顾，相互的关照，啊，不要让有些同学孤独的在过生活，时间过得很快，啊，大家这个一年年的老去，我希望我任内的这段时间都能够把这4年的同学找回来，也不希望我们都是在告别式的时候见面，不是在病榻的时候见面。我们希望很多的同学，他需要协助，他需要人家多些关怀，不管是有情的无情的，大家都伸出友谊的手。就像刚刚我们这些遗眷，我们这些宝眷上来之后，我觉得很温馨。52席就是一家人，52席从民国不管是65年开始，或是68年开始，到现在40几年了，啊，这类感情啊比亲兄弟还亲，感情啊化不开，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珍惜。我有幸啊能够啊为同学服务啊，我个人非常的荣幸。还有几位好同学，他愿意啊跟我一起来服务，我这个时候来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届的这个服务的团队，好不好？好，首先我介绍我的秘书长是徐佳玲徐同学。好，欢迎徐佳玲同学。我的财务长是谢冠俊谢同学。哎，谢谢谢冠俊同学。总务长是郑振罗同学。哎，谢谢。好，郑振罗同学，请上台。那为了我希望能全国北中南东啊，都有一些同学啊能够来服务，所以我也请几位同学啊，在北中南东啊担任副会长啊，可以第一时间来关心同学，来照顾同学。北部的副会长是我们的魏志明同学，好，好，欢迎一下。中部的副会长是陈宏伟同学，宏伟帅哥，帅哥在哪里？宏伟。南部的同学啊是贺建平老三同学，贺老三。贺建平同学啊，为了办件这个活动，他已经2个月啊都嗨到已经快睡着觉了。这么热心的同学啊，非常的感动。东部的是张金堂张同学，在吗？金堂。
我们希望这一届的同学就是两个字，就是服务。有需要的地方请大家告诉大家，然后把所有的资讯做过汇整，因为有些我们不知道。我就这边讲个例子，好，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上个礼拜到三总去看眼睛，结果我去看了我们一位同学叫蔡金虎，很多同学都很关心他，他现在又在跟病，在跟癌症对抗，所以他应该告诉我说不应告诉同学哦，但是我认为同学要相互的关心，他已经在做化疗了，已经在做化疗了，他不需要受到太多的干扰，但是蔡金虎同学现在三总，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帮忙、需要关照的同学，希望未来在这段时间，我们能够一一的能够服务到，我们这个团队先跟大家鞠个躬，从这一开始啊，我们交由我们这一届来服务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第六届的服务团队，谢谢谢谢。另外，我这边来做一个宣达因为我在导务工作，我在导务工作，我们都是从不管预校官校，都是跟着国民党一起长大的。很多有些抱怨，我们希望都回到体制来，一起来打拼我进到黄国元党部已经一年四个月了，一步一脚印，我们在桃园打出不错的成绩。2022，我们也很有机会可以扭转改变一些东西。现在有一个同舟计划，就是四年党轮回两家。我今天带很多的表格在宋正国同学那边，希望大家能够填一填，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努力，好不好？好。明天就是中二区的补选，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催票。我们用选战，我们用小金鱼这样一个微薄的力量来对抗这个国家机器。我们要停止这个国家机器的选举霸凌希望大家多多的催票，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谢谢第六届的团队，谢谢谢谢。很抱歉，我刚刚动作太快了，我们还是要请我们前一届秘书处许国强宣布要我们投票的结果请他补正一下，谢谢。刚才每位同学都投下了神圣的一票，那我们这一次的会员大会非常圆满成功。那我把最高票的报一下，蔡宗腾同学得到了114票。那么理事的部分，张淑薇同学得到了112票，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其他的我就不报了，太多了耽误大家时间。现在我们参会正式开始，谢谢。边用餐，我这边边宣布一下我们这一次赞助的这个大名。第一个陈道一，他爱心里捐了我们200份，赞助200份，谢谢陈道一。第二位谢关进，谢关进来举手，举手，还是捐了我们这个两。等一下，红酒12瓶，我们也谢谢赖国官。第四位陈立言，陈立言站起来。陈立言，我们咖啡礼盒，赞助我们40份，我们谢谢陈立言，陈立言。现在新竹的徐继鹏现在住竹北，他有药工没办法来，他赞助了5000块，我们也谢谢徐继鹏。接着彩色能量董事长李建明，哪位？色彩这个不是我们台东重幼的李建明这彭明头信他捐献的赞助我们3万块谢谢他。他是我们陆官同学，官二时候因故他回到部队去服务，然后在社会上事业有成，老三打个电话给他，一通电话 OK 没问题，还赞助我们这个3万块。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永远是我们的好哥们，是不是？再次鼓掌，谢谢他。好，我们边开动，待会我们就陆陆续续的抽奖，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到目前为止第六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的程序已经算是结束了现在我到各个汪富明的访问，汪富明的夫人在外面举个手，我们的连长还有我们老师都能够讲几句话。毕业的时候，看到没有？罗中原左一，罗中原，太可爱了。
和兵科的。周德龙在最中间的位置，第二排。哦，这应该。环虫在他旁边。装甲兵，装甲兵，装甲兵打野员真潇洒，开吉普车抽香烟。我们陆军拉拉的1123123往先锋路。这是装甲兵学校正旗分科班52期，在72年10月15号造的。这是我们所有装甲兵同学，李邦成、李富昌、王文龙、谢宜中吧，在右边。左一是李邦成，这应该也是。都是装甲兵。这个摸炮管的是我们林建全少将，好像还没结婚吧？是装甲兵啊，装甲兵没错，他们在明德水库的照片。这装甲兵真潇洒，照了很多下面。我们步兵的话都是苦哈哈，都在这个高坡上面、先锋路上面。这图新组，这位图新组，郭嘉玲，郭嘉玲，右边郭嘉玲，郭嘉玲，这个是我们在韩训的时候，是不是？合欢山庄。下面是张景阳，张景阳、刘希木，上面这个是。哇，这是干嘛？穿的运动服短裤，这是什么？踢正步的时候，正步练习的时候，边用餐边听到。这个是在利用回籍党员的申请表，用完餐以后就交给宋正国。这我们校旗对。填回籍党员的宋正国，举个手，宋正国。五顶的照片。宋正国在这边。第二桌宋正国。表哥要交给宋正国，谢谢。在野营了。这一张就有趣了。我们防卫的大嫂到了，我们鼓掌欢迎。校旗队。我们台中志先张景。结婚的时候在我们澎湖有围棋啊，我印象深刻。在我们澎湖的志祥小吃馆。实习五部。那时候我们在阅兵分列的时候，看看我们2年级时候照片。你看上面这张脚踩的泥泞，然后在阅兵分列。是我们校旗队的照片，多么帅气！左二就是我了，董建华，哇！阅兵的时候是很帅了。万少义，这是预校的照片吗？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入伍的时候。这个刚进官校的时候，这是官校的服装运动服，回想起来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官校运动服是很漂亮的，红色的啊，大家没有穿上衣，都穿白色的内衣。我看到没有？上。我们请那个石瑞奇，第三期来帮忙，要准备抽奖。小猪，石瑞奇。刘居伟，来帮忙抽奖一下，宋振国，帮忙抽奖一下。哇，大家怎么样？穿着便服，骑着脚车出去玩是吧？这张照片是非常非常的。9号，老五，陈立元，刘居伟，你看，2年级带着你们有出去玩，很有趣啊。好，我们第一个奖，普奖。这在校庆的表演吧？这化妆下来，我都不知道认不出来。这合欢山韩训，合欢山庄的照片。这么多照片，大家看了之后，回想一下。30-40年前，我们第一个奖，请我们预校的英文老师陆鸿中老师来帮我们抽一下。陆老师，
好，陆老师，照片就到这里。陆老师，麻烦请上台一下。抽奖，也祝大家能够中大奖。现在正在抽奖啊，陆老师。好，后面是贺老三，大家鼓掌一下。贺老三，这个是贺老三年轻时候。没有，要写，要写。这位陆老师，很多同学都没有写名字，我都不太认得。黄世轩。People maybe more